好，先磨合一下，好不好？混个手，我听不懂他讲什么。先磨合一下啦。不可能要认识我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认识白领。你在哪认识我？我早就认识你了。然后呢？我知道你不认识我，因为那一天我们在试训，你就没有跟我比心了。你跟所有人都有白，只有我没有。哦，怎么样？可以补过来。我觉得台湾的演员好棒啊！你怎么又过来了？我们戏最多啊！先磨合一下。他现在跟我调情了，刚开始看我怎么这样，现在觉得还不错，是不是？对啊对啊，因为我听说我们戏很多，先什么？先混个手，啊，先磨合一下，好不好？混个手，我听不懂他讲什么。先磨合一下了。以前我台语。导演。给我们加点戏吧，我好喜欢戏份。白灵妹，我们应该打一场扑克。大家叫你莹姐，叫你灵妹。你说什么？我叫你白灵妹妹。我怎么叫你？你叫哥哥。哥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没搞清楚。叫什么？我觉得我们俩演喜剧。他叫什么？他刚下飞机。南哥。你肯定比较难打交道。尴尬，两个不熟，要混在一起演戏。他很麻烦啊！导演，你是怎么安排的？你故意的呀？我觉得你们会有火花了。有火花。南哥，你有遇过这么难搞的对手戏？我不知道他难不难搞了。很难搞，你也难搞，我也难搞，我们俩都难搞，就不难搞啊！我照本宣科嘛，练才，我那么难搞。所以那个南哥是我们台湾很好的演员。哦，这个不要加强，没关系。你也是我很希望能做的演员。没关系的，不可能要认识我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认识白领。你在哪认识？我早就认识你了。然后呢？我知道你不认识我，因为那一天我们在试训，你就没有跟我比心了。你跟所有人都有白，只有我没有。哦，怎么样？可以补过来。